这款轴承呢是最常见的高音轴承，材质是轴承钢材质制作。大家可以看到，这轴承呢它是有豁口的，方便钢球放进去。如果没有豁口的话，它是不能放进去这么多钢球的。说到这里，不怕缘尽仍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这次咱们轴承的材质采用的是高性能的轴承钢以及重新设计的保质器，钢筋的钢球精度等等多项工艺的应用都实现了轴承性能的巨大提升啊！尤其是咱们经过优化过后的密封啊，极大的降低了润滑纸的消耗量，更利于润滑纸的。